Hello，欢迎来到中秋趣味问答。首先，我们来个热身题目，就是中秋节你要干什么？在家睡觉。中秋节吃饭啊，唱歌，请大家一起唱歌。吃月饼。中秋节啊，什么都不干啊，在家里带娃。吃月饼。吃什么月饼？吃了燕面饼。吃饭、睡觉、打游戏，去买 grocery。一开口就知道老江湖了。第一题，今年中秋节是什么时候？9月13号。9月13？9月13号。9月13号。不知道，9月13号。9月16号。十秒钟内说出五种月饼的口味。五仁、绿豆、红枣、黄莲蓉、双黄鲜肉。红豆、巧克力、莲蓉、那个蛋黄、莲子。莲蓉。流心奶黄、流心蛋黄，还有那个什么来着，香华奶黄、五仁、豆沙、五仁冰粉。sorry， 因为我最近特别想吃冰粉。可以重来吗？再给你5秒。哈根达斯、肯德基。你不要误会，我脑子里充满了那个公众号。说好的那天都没说呢。五人。好吧。对啊，五人嘛，然后冰淇淋啊，豆沙呀，肉馅儿啊，那个奶黄啊。五人，蛋黄，双黄，白莲蓉，凤梨。五人，莲蓉，奶黄，冰，红赤豆。双黄。请在10秒钟之内说出一句关于中秋的诗词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中秋的诗词啊！哇！哇啊！中秋的诗词，举头望明月，对吧？低头思故乡。游子举头，低头思故乡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对了，